淮海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。青春在时光里流逝，经典在岁月里沉淀。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，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时光唱片》，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。歌曲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，歌曲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作为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一首配歌，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新形式，更是在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此外，歌曲在音乐语言上也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，同时在曲体结构方面也十分方正。歌曲配合舞蹈，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，从而揭示出军民关系的本质，起到了深化舞剧主题思想的作用。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由阎肃作词，杨宁作曲，创作于1962年。这首歌表现了英勇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、誓死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，赞颂了空军飞行员积极投身国防建设、保卫领空、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。这首歌曲采用三拍子的创作手法，在军歌中并不常见，是一首有着圆舞曲风格的军歌，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。
歌曲《英雄赞歌》。《英雄赞歌》是由公募作词、刘炽作曲、张映哲演唱的一首歌曲。作为影片《英雄儿女》中的主题曲，这首歌曲通过对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，使之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。全曲在稳健舒展的旋律进行中，浸透着一种壮美，歌颂了以王成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革命英雄者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出自歌剧《星星之火》第一幕第二场，描述了抗联父亲李生和女主人公小凤在山林中相遇，答应送小凤参加抗联的一个唱段。这首歌曲将革命人比作松树，赞美他们永葆青春活力和奋斗精神，唱出了建国初期中国人民的革命豪情和雄心壮志，激励更多年轻人直面困难，奋发向上，是一首抒发人民当家作主满怀豪情的歌曲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总加长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要也不懂，永远挺立在山里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总加长青，他不怕风吹雨打，他不怕天寒地冻，他不要也不懂，永远挺立在山里。
歌曲《过雪山草地》。歌曲《过雪山草地》是大型声乐套曲《长征组歌》中的选段，歌词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描写红军过雪山草地时遇到的极大困难，第二部分描写红军战天斗地，以野菜充饥的顽强斗志，表现了红军战士力量的源泉。这首歌曲以深刻凝练的歌词、清新优美的曲调、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，讴歌了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意志。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，雪山地头应远客，朝堂逆战扎营盘。
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。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时光唱片》，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。歌曲《红梅赞》，歌曲《红梅赞》是歌剧《江姐》中的主题歌，由阎肃作词，杨明、江春阳、金沙作曲。词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的歌词、民歌的曲调，使《红梅赞》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旋律、规整洗练的歌词，都成就了这首歌曲的艺术魅力。时隔近60年，仍被当作经典传唱着。歌曲《祖国慈祥的母亲》，歌曲《祖国慈祥的母亲》创作于1981年。这首歌曲风格朴实自然，品味高雅，既有深情倾诉的抒情特质，又有清新真挚的旋律语言，表达了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赤诚的爱和对祖国由衷的赞美。自己的母亲，用那滚烫的拳
歌曲《那就是我》。歌曲《那就是我》创作于1982年，词作者小光借景抒情，意蕴含蓄，勾画了一幅清雅而略带朦胧的山水画，表达了游子绵长的乡愁。古建芬的音乐着重内心体验的抒发，带有吟诵和山歌的特点。其中在廖昌永演唱的这首《那就是我》版本中，他用深沉磁性的歌声唱出了游子的心声，将内心细腻的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思念故乡的小河，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母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有朵浪花向你微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蜘蛛地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渔火，还有沙滩美丽的海螺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有一夜风帆向你驶来，那就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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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